野鹤隧道突然杀入一部动作电影，该片就是《急先锋》，成龙、杨洋、艾伦、穆奇、米娅、朱正廷等黄金组合，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。近日，该片宣布定档于2020年正月初一。《急先锋》讲述了由成龙带领的急先锋国际安保团队临危受命，为了拯救被恐怖组织绑架的国人同胞，辗转全球极力营救的故事。杨洋和朱正廷的加盟使得该片惊喜满满，其中高燃的打斗画面也被赞燃过战狼。可当短短一分钟的预告爆出后，不少网友却看出了烂片的即视感，大家一度不理解为何成龙大哥近几年的选片眼光这么差。不过这也只是影片片段，或许上映之时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呢，大家期待吗？